然后前面看就还好，乖乖女孩有没有？然后后面就走过去，哇，有在辣。而且我觉得它强度非常的舒适，对，它不会就是露太多的腰间肉，然后就是又可以这样子把比例弄好，我就觉得很赞。而且我觉得穿这样你里面就是搭这样刚好，然后你可能搭法式内衣或是搭比基尼也很 OK， 而且很凉耶，对，不会怕热的哦。像这种洞洞针织、粗针织、洞洞比较大的那种夏日感觉的这种针织上衣、针织背心，你就是跟这种小可爱就是。绝配啊，绝配，而且我会选那种若有似无的，你看你里面这样子，但其实隐隐约约不会，而且很安全，又这么说又凉又安全。然后你看它这么消，我旁边都看不到，有绿色，然后也有蓝色，然后这件有五个色，浅紫色，基本黑，基本白，对。它虽然是针织的，但是它的洞洞很大，所以它是非常凉的那一种的材质哦。对，对，而且它的针织是不会刺的，因为它的织法它是属于比较扁平一点点的，所以你摸的话，它的触感也是非常亲肤的。后面有一个小扣子，然后它的扣子都是配色扣，对，是配色扣哦。对，然后它的下面的话就是有就是不同的那个织纹，它这里是细的、密的，然后这里就是宽的，然后这样子。真的好凉、很凉。大家近看看，这是夏日的挖洞，它这里的挖洞边边也是收得很好，没有马虎的。是的，对，很赞。